大家好，我是皮克，您台湾业余桌球赛事的好朋友。本赛事由活力乒乓所主办的大同组委杯，由上野国手赖宣恩迎战梁怀文选手。本场赛事究竟鹿死谁手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时间稍一过去，又搁要讲再会哦。你若是看有介意，订阅搞入去。我是皮克，您台湾业余桌球赛事好朋友，咱们下期见。